我们是康阳，康阳集团成立于1987年，我们的信念是提供使用者最适配的产品，丰富他和家人的生活。在过去的30年里，康阳集团的900多位成员，还有在全球的8个分公司一起努力着来推广康阳适配的理念，并且我们根据这个理念设计和制造每一款康阳的轮椅、代步车和拐杖。我们希望能够协助全球的数百位行动不便的使用者以及康阳的使用者过上最独立自主的生活。康阳想要做品牌的起心动念，是因为品牌代表的是一家公司核心信念从内到外的展现，所以任何一家公司成立了以后，其实你就是一个品牌。但是有意识的经营一个品牌，不仅能够协助公司更有方向的前行，并且可以建立品牌的护城河跟保有差异化的优势。品牌跟行销并不是一个包装纸，它是展现公司产品既有能力和优势，所以建立一个品牌是需要全公司上上下下一同的努力，让全公司同仁都共享同样的信念，是一个最挑战的事情。参加品牌计划对康阳来说是开启一个对话的空间，然后让我们可以聚焦我们品牌的核心方向，提升我们公司未来在研发或是在服务上面的革新。让我们大家一起为台湾的品牌努力吧，在国际市场一起展现实力。